足球锁、八宝球、鲁班球的组装。拿起随便一块，接着拿起另一块，横放在刚才的配件一头，让两块配件形成一个大写的 T 字。接着拿起第三块，用其凹进去的一头安装在这个 T 字的随便一个凹槽，形成一个三叶扇一样，细看更是一个顺时针的风车。剩下三块，将其中两块组成一个 T 字，剩一块将其放在 T 字的凹槽，跟第一次做的三叶扇相比，这次做出来的是逆时针的。最后将两个三叶扇相互契合，打工